由10月8号至10号即是星期二到星期四，警方一共拘捕了15人，年龄介乎15至62岁，罪名包括暴动、刑事毁坏、伤人、阻差办公、公众地方打斗、藏有物品可作非法用途，以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的。而在禁止蒙面规例在10月5号实施以来，截至到10月9号，我们一共引用这个规例拘捕了90人，包括57男、33女，是涉嫌干犯规例里面的一些罪行而被捕的。